好鬼同學，嗱，我哋傾下呢一個叫做首先我哋係呢個香港設施工程學院嚇，咁咧我哋想傾下咧，今次咧就上次我哋講咗嗰個叫做英國嘅國家高級文憑啊，呢、這個 HND in Building Services Engineering 嘅電機工程啊嘛，咁今次咧我哋介紹下我哋學校嘅香港設施工程學院嘅一個叫屋宇裝備工程技術文憑。咁呢個屋宇設備工程咧，首先咧就係一個你日常都會遇到嘅一啲工程嘅項目嚟㗎，譬如好似係冷氣啊、消防啊、電燈啊、水力啊、電力啊咁之類啦嚇，我哋叫做咧屋宇設備工程。咁凡係關於起樓啊，你話shopping mall 啊、商場啊、住宅啊呢啲咁咧，都係同屋宇設備工程係有關係。就主要嚟講係一啲物业屋宇嘅设备，OK，好啦，咁我哋睇下呢个课程啊。咁首先呢个课程咧系属于呢个香港嘅资历架构嘅 Level 三，Level 三咧相当于叫做咧 Diploma，咁全个名叫做咧系 Diploma in Building Services Engineering Technology。咁呢个课程咧系学生咧读完呢个课程之后咧，可以申请翻呢个持续进修基金，咁可以还翻咧你读嘅大部分嘅学费吓，咁啊呢个课程都系咧系可以读完之后咧系有啲认可嘅吓，好似系攞得翻呢个屋宇署嘅通风牌嘅 AS 或者系 TD 啊呢个吓，咁当然啦，你嗰个认受性咧就视乎你第一系咪读完个课程啦，第二咧你嘅工作经验同埋你嘅学其他嘅学历咁样嘅吓，好，我睇呢个内容讲咩先，嗱呢个内容咧就系、是。有趣嘅話咧，你可以上翻我哋學校咧，睇翻我哋嗰個 QF 呢個叫做 Qualification Framework 嘅屋宇設備工程嘅技術物品。嗱咁我哋可以係啦，嗱咁佢主要個課程咧就係、是、以70% 係做功課嘅評核，即係咧以做 assignment 或者做 project 嘅形式，另外有30% 咧係考試嘅嚇，咁、做翻少少考試，等你都可以有一啲基本嘅認識嚇，咁另外睇個課程嘅內容啦嚇，咁內容咧就咁，大家睇下。咁而家我將呢個放大先嚇，咁一定啦，再望多次，驚你睇唔到，等我一陣啊。好嗱，大家睇到係咪？嗱，呢個叫做咧係香港設施工程學院嘅屋宇裝備工程技術文憑。嗱，咁我知道其他學校都可能會教啲屋宇設備工程嘅課程，但係我哋學校咧最強咧就係呢個屋宇設備工程。嗱，我哋學校咧創立1992年啊，咁以一班嘅專係做屋宇設備工程嘅註冊工程師或者專業工程師咧係所成立嘅嚇。咁嗱，學入學嘅資格咧係基本要中五啦，或者中六咧啊，或者係你冇中五中六，但係有相等學歷，或者係年滿21歲。啊，中三嘅同學都可以嘅，應該嚇。咁當然要睇翻我哋學校嘅入學要求啦，或者你詢問我哋學校嘅同事就知道啦。咁課程咧，最主要係俾一啲做緊屋宇設備工程嘅人員啊，佢希望有晉升啊，有個 level 三，level 三相對個普通文憑。咁係適合一啲想入工程界嘅中学生，或者系啲已经入咗工程界但系想攞翻学历嘅人士吓。嗱，咁我哋睇下个课程讲啲咩先。课程咧基本上咧就分咗有10几个单元，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12个单元。12个单元里边咧，其中咧我哋会讲一啲系即安健嘅嘢啦，环保持续性嘅建筑啦，简单嘅计算啦，啊，同埋一啲咧系建筑嘅物料，以及屋宇設備控制系統嘅部分，屋宇設備工程嗰啲科學嚇、通風系統要一定要噶啦嚇，冷氣技術、水喉、電機工程、電力安裝同埋電力嘅設計，咁、基本上咧成個課程咧就12科，咁包括咗咧基本上所有嗰啲 屋宇設備工程嘅嘢噶啦嚇，咁除咗消防呢個未有之外咧，咁我哋日後咧可能會考慮下將消防嘅單元咧加落去啊。咁但係一般咧喺嗰個 plumbing technology 咧，其實我都有部分消防喺嗰度嘅。
好，咁另外咧，我哋睇下嗱，咁課程嗰啲評核方法先講咗啦，咁價錢幾多錢咧？咁呢個我就大家睇翻啦。咁頭先講咗就話咧，你好似可以攞翻呢個持續進修基金嘅，係啦，持續進修基金啊，大概1萬蚊嘅資助學費冇錯。咁讀完之後咧，當你完成個課程咧，就可以咧係有出席率70% 咧。咁你嘅平均分係60分或以上咧，咁你就可以咧攞翻嗰個 Diploma in Building Services Engineering，得唔得？咁呢個咧就先講咗，就話有認可嘅嚇，有啲 ASTD 嘅認可咁樣嘅嚇。當然睇翻你嗰個審核機構啦，同埋你嘅個人嘅工作經驗啦，同埋履歷咁樣嘅。咁而家呢個高潮工程咧，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工種嚟嘅。雖然佢未必有土木工程咧係咁多人讀，但係咧，佢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工程。因為點解？當你起好晒嗰啲開山劈石啊、機場啊或者基建啊呢啲咁嘅嘢之後咧，你就需要屋設備工程嘅人員咧去埋位做設計啊、安裝，甚至乎咧維修保養。等於你汽車一樣，如果你冇維修保養嘅話，一樣咧係冇用，係嘛？好快個車就會壞啦。咁係啦，咁所以高潮工程咧係一個近代咧比較吃香嘅一個工程，除咗土木工程之後咧，下一個咧就係屋宇設備工程呢個工種啦。好，嗱，我今日講到呢度，有機會我再講，大家講下。如果你有問題嘅話咧，揾翻我哋學校。嗱，我哋學校咧呢、這個課程係有註冊啦，當然嚇，我哋學校咧就有一個電話或者係 WhatsApp，大家咧可以去揾翻我哋嘅。嗱，咁你當然可以打電話去3165-8069啦，或者揾翻 WhatsApp 咧，我哋 WhatsApp 就係6528-6900。6528-6900啊，咁你可以咧揾翻我哋学校啦，我翻翻出边嗰个大嘅，呢度啊，冇错，咁呢个咧系有注册嘅一个课程，咁亦都有监管嘅吓。OK，好，咁如果嗱你系啦，2687-1208得唔得？或者咧你系 send 个电邮俾我哋又得，但系实际上咧我哋有 WhatsApp 嘅，WhatsApp 咧，原来我哋咧可以打翻呢个咧系6528-6900。好，我讲到呢度先。多謝你，有問題隨時揾翻我哋學校嘅同事啊，拜拜。